啊？去了哪里？花瓶啊。是啊。拍个东西就回来了。我们不要先运动车，门车在那。嗯。然后门进的啊，走啊。走。哎呦，天空好像脏脏的。很脏哎、欸。你是几台？三台啊？一台。靠，要不要那么大包？我没办法背，好重哦，里面有千块。靠腰，这应该你背这个吧？啊，这很重哎、欸。这很 K 哎、欸。这很重哎、欸。我们民宿有两只狗哎、欸。真的？对啊，我刚刚有去啊，我有去。很近啊，前面很近，很近啊。我行李都在那边放哎、欸，要放两只狗在那边尿尿。啊，两只狗在外面尿尿怎么办啊？带我包包尿尿怎么办啊？两只狗哎、欸，两只大狗。干嘛不放里面？我想说带一起来再说啊。住在哪一家？海绵青旅。这我上次给我看那个。那你们好啦，有可以挂衣服的。你也可以啊，挂床边啊，加钱啊。嗯哼，这还不错啦。还不错，我觉得挂你太小。不要太大，不要太大声。冰冰蹦蹦，他细声呀，因为我觉得这边下面放装备比较好放，啊、他们上面比较好收，就先把那个移到这里来，因为这里有角角可以放东西。你想移到这边来？我在想，你要移就快点移啊。你这边也可以放东西啊。对。我看你躺上去，你的脚会到哪？到这吧。直接。对啊。没有，他直接跪咖跪在那边了，直接跪在他的头上面。对，没有，他改方向啊，他改方向、哦，改方向，只是脚会那个触电。就是踹他。就叫啦，想一想今天晚上要吃什么了。一年卡倒，然后先去他。4:50。4:50。嗯，4:50。吃饭了。5:饿。还没吃中餐。对啊，可以先去吃中餐啊。海景第一排。他每天都来吃，你不知道吗？早餐大。对面啊，刘浅啊。然后我们吃几次？两天啊。流浪。啊，流浪啊。我们吃好像两次、三次吧。我们吃了三天都吃。吃什么？真的吃。而且很近啊。哦，对面而已啊。对啊。点什么吃什么？点什么吃什么？对，随便吃。我要来个中卷。饭来了。哦，谢谢。这些吃，脚头吧。吃一碗，他是给你这样一碗。哎，你不要酱油吗？你不用刷这一碗啊，这一碗就你的一碗。要不要跟阿姨借那个酱油？要不要标本？那个以前的猪油拌饭。对，标本。阿姨，我要一碗猪油拌饭。这边我要这一锅。这一碗。嗯，老板很会选怎么样？舒服哎。其实我们可以在旁边搭帐篷。可以啊，那、啊、你的床位我就让别人啊，钱一样到付哦。我就会叫那个外国妹妹说：“哎，你可以睡这边。”哎，我还是想回去洗澡啊。不，还是洗一洗就好啦。那边哎，水塔在那边。那就我回去卖海盐是不是？可以啊。这个老人家一走，就叫你站在那边开窗户，你听不懂哦。很认真，你这里才是最紧的。你为什么这么不认真？你为什么这样子对老人家？你为什么不认真一点？因为它是锁的、啊。它从里面开了。哦，你是是在你来过，你不开。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叫了一份炒饭，完全我完全没有味道。我就问他说：“啊，老板怎么会没有味道？”啊、他说来的客人都说太咸了。啊，后来他就变没有味道。我说那你帮我正常做就好了。我就觉得还蛮好吃的，正常做的味道蛮好吃的。你家应该会好哦。哎、欸，最好吃的。好，谢谢。各家这三个是新的。你说中文。哈哈哈哈哈！好个听歌，哈哈哈哈哈！我当个听歌就痛苦了。你还是说中文呐、啊？哎、欸，你们不能这样子，我要训练我讲台语，这样我以后怎么出门？上次光租车那边我快空掉了。我觉得不是你疯，我好你地址，我要疯掉。我好你 address， 我好你 message。真香啊！你看已经在闻了。
先吃。这个比上次那个好些，上次那个很脆，太脆，脆到碎。看起来也比上次好吃哎。Cheese。我想要吃鸡、尾鱼、牛。先抢先赢哦，奇怪，客气嘞。好像比较好吃。有对不对？嗯。刚刚挂披风，好像那个杀人魔。对，好像拿着刀子，然后看不到脸。我再来一些。那你的披风要黑色。猫鸡蛋，好，各来一份，觉得如何？谢谢金请客，谢谢，谢谢金老板，谢谢金老板，我还要吃松饼哦。对啊，各来一份啊，各来一份。你要拍是不是？帮你拍。好，那一起点，就这个各来一份，然后一起吃啊。好，要不要？就一个面，一个煎饺，然后一个空笼饭。牛肉面、煎饺、空笼饭。嗯，好。有松饼呢。松饼卖完了，再点吧你。明天再看看，看心情。因为我们那个货都在那个 Costco。哦。清酒是要热的还是冰的？热的。好，热的它酒味比较重，然后冰的它酒味比较大。然后没关系，他们酒鬼。我差点想说热的冰的来各来一个。各来一个。这边还有一个。都没吃干净。点吧，好。点一点去隔壁的卖账吗？隔壁啊，那个刚刚小皮啊。啊，好像可以耶。那、啊、你那边也要点东西、啊？这边点啊，那边也点了。啊，我们没有，那边我们可以换券。对啊。那边我们可以换券啊，这一点点就换券。换给我们现金。对，换券。都来得及。OK。要不我们拿券给他，然后叫他去隔壁买。拿券，那你去隔壁换。你说拿这个菜单给他，然后叫他，然后我点隔壁的，对对对，还帮我折五十。对，我点这个。假的。就要拿钱来。不要吃太多。你要吃太多，对。吃个尾鱼啊，等下吐还可以吐尾鱼。尾鱼是不是？对。海放。打一撒。那他隔壁是卖什么？哦，他是有 bagel， 有汉堡。小皮。小皮。我带券了。换你换券了，可以啊。换券了，不换了，不换了。还没换什么？换好像没有啊，这折50吧。哎哎，他是换蛋饼跟饮料。对，然后如果你不要，你要吃其他就折50。对对对，要吃其他就折50。好，去外面。去外面吃。去外面吃。去外面吃。对，因为毕竟不是这里面的东西。对。合理啊，很合理。脆皮蛋饼，不要弄。我没吃过，你应该可以来吃。狗狗的是真实，小皮。你一般这样直接套也不好盛。我试过泡水，进不去。进不去？那我这样硬套，那我这样硬套还算 OK 吗？硬套啊，怎么硬套？我不想，我把它撑开这样。硬撑那可以啊，就是很痛苦、啊。哎、欸，对它也比较伤。对衣服。对 open sale， 你硬拉的话也会比较伤。会不会撑开、嗯？我一直在想一件事情。说。那个我们潜水的时候不是要找位置吗？然后有个东西叫 GPS， 不知道潜水的人有没有把那个路径能记起来，然后就看着手表。踢到那个地方，有人做这件事情吗？有，要有人存路径啊。他有没有存路径我不知道。或者是我们这次找到，然后就把路径记下来、嗯，然后下一次就看着手表。表都不是，你们表都有 GPS 吗？他那个有啊。哪一个 ？NK2 就有啊。他那个有，他那个可以录。他
储存那个位置存超久了，然后手一定要浮在那个水面上。哦，水里面没办法传讯息，对。然后你就放在浮球上面不就好了？一定要在水上、啊。一定要在水上，因为我手机下去也没有没讯息，对，姿势都摆好了。还好吧，你上次那个台风哦，一波接着一波呢，感觉先看到一个小船头，后面就到了。那就先去找那个蛋糕跟那个对，就那对对对对，小船头还有断掉吗？哎，上次没有这个步道吧？上次是泥土吧？我们上次直接翻过去。哦，直接翻过去的。哦，对对对对。从上面走。好说歹说，上次也是十月的份，十月底的事情，好吧？十月二十几号了，二十八、二十几的，对啊。这样浩浩荡荡也过了快三十个月。对啊，是哦，快半年呢。超快！看看我们一起去了多少地方。你说跟你吗？我不记得了。你走前面啊，下去才有垫底的。而且上次那个浪比较高，对啊，要比上次那个好多了。嗯，上次的浪真的很高，真的有，还是会怕怕的。没有三米浪不来。以后这里没有三米，不要找我来。干脆，还是有意义，还是有意义。我后面三个是被打到整个皮麦。我是最后一个打到，差点面镜不见呢。第五张那个一下脱水不见，一下视线不保不见，一下又快跌倒要扶他。两个月，然后都不敢来这。有可能不敢来这吧。我都不敢吃那么多，我会怕怕的。没有，我还想说你喝奶茶不会那个。在那要喂鱼啊，他就是想喂鱼。不会想要吐吗？你要再带再带他去吃一次炒泡面啊。每一阶梯都是很辛苦的。多高？哎，这怎么还有？然后被人家欺负，然后被人家欺负，不要哭嘛，没人欺负你，谁欺负你？告诉我，很厌世这样，然后哭过这样，小岛停留，独立书店，这边，找到了，干，没干零的，两点到六点。开放时间真的短啊。你都要被狗拉吧？他遛我还是我遛他？应该是你被遛。今天换主人了，交给他，可以的，他们那么乖。擦干净，给我擦干净。还没。你老妈今天没带你出去，换别人带。你不要喝呢，这酒呢。下一位，不是吃的，来，遇到姐姐，擦脚。他有去跑是？他超跑，我根本是被他拖着走。对啊，是被他跑拖着跑的。啊，那个小皮，小皮慢慢慢走。因为他也走不快，对，蛮壮的、啊。啊，怎么是上耍废的时间？干嘛？哎，对，明天要看日出吗？因为要回应我的意思吗？你现在是在 ，Hello， 你现在是在 Hello， 我说偶包不可以，现在是素颜。我有点干了，你可以走了。我没梗了。
你到底要拍多久？你明天要去看日出，五点起来。晚安，再见。别拍。